该也是常常会出现啊，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早报一百说？非常谢谢早报啊，还有早报的记者们，还有员工们，谢谢你。那是早报的一百年生日，那在这边祝早报生日快乐。有希望能有更多的一百年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美金的祝福。接下来我们要好好的听歌了哈。